累死我了。你怎么去这么久啊？再不回来，我可出去找你们了。怎么了？妈都急了，问了我好几回呢。哦，孩儿已经睡着了，不需要了。太太，我，你，妈，张姑妈已经睡着了，我把被子拿进去了。你说，究竟做什么去了？去那么久？我给孙少爷拿被子。妈，我们回来的路上去看了一眼大哥。你大哥还好吗？哦，大哥跟三叔在堂屋，袁二叔带人守着二门，随时待命。外面好像没什么动静了。哦，啊，我知道了。老三呢？挺晚的，回去休息吧。啊。哎。啊，妈。是我让明凤多拿些吃的和用的，才耽搁时间的，对不起。嗯，我是怕你们出什么事，没事就好。去吧。嗯。明凤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洗把脸去休息吧。是。这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。都什么节骨眼了，还净想着玩。玩都不至于，明凤和三弟从小就聊得来，一定是路上多聊了几句。哎，真是一点分寸都没有，我是怎么教他的，都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。妈，您言重了，明凤她是无心的，毕竟她年龄还小嘛。还小啊，都17了，搁着别人家都做孩子的妈妈了。您是生他的气，要是真把他嫁出去，您一定舍不得。哼，别人能做的事，他也能做。独上江楼，思悄然。月光如水，水如天。蓬莱玩月，人何在？风景依稀似去年，梅表妹，大表嫂。夜深了，外面那么冷，还是回屋去吧。我看今天月色这么好，一个人睡不着，我就出来坐坐。那我陪你一块儿坐吧。大表嫂，嗯，那天四婶说的话，我不会在意的。再说，又是他气头上说的。其实，大表哥并没有负了我。也许，这就是我们的命吧。不，是老天爷对你们不公平。当初我知道你们感情那么好，我就不会嫁过来了。与其我们三个人都那么痛苦，不如就让我走吧。你现在来了，也是老天爷要还你个公道的时候。别，别这么说。该走的人是我，我就不应该来。现在，是我这个不速之客告别的时候了。不，是我阻碍了你们。我走了，就什么问题都没了。别这么想，你有家，有孩子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你。可是你们有爱，有过去，他根本就忘不了你。我和大表哥之间
真的都已经过去了，永远都不会再回来。我可以向你起誓。不，我相信。可是你现在，你不必愧疚，因为你比我更合适他。我历尽沧桑，就好像秋天的落叶，而你还在开花结果的时节。我活着只是为了拖累别人，而你却会温暖你身边的人。大表哥，他不能没有你。大表嫂，我真羡慕你。你别这么说，你有多讨人喜欢，你不知道吗？直到现在，我才明白什么叫命中注定。当初我妈和大舅母关系不好，我妈为了赌气，硬是把我们两个人拆开。而现在，他们两个又和好如初了。你说，这不是命是什么？在宜宾的时候，我几乎天天以泪洗面，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我想要多住上一两年，恐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们大家了。我现在活着和死了没什么区别，在这人世上多活一天，只是多爱一天的光阴。别这样，你还年轻，以后的路还很长，会好起来的。大表嫂，你不要笑我爱哭，我是这些年才变得爱哭的。从小到大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我自己做主，只有哭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我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，痛快的哭一场是这么快乐的事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心里那么苦，我不该勾起你的往事，我太自私了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就认我这个妹妹吧，让我来照顾你。我是说真的，我以前有个姐姐，可是她去世了。你比我大一岁，你就做我姐姐好吗？咳嗽了，经常咳嗽吗？不要紧，晚上的时候就咳得厉害些。有没有吃药啊？一直在吃，好一些了，但是老断不了根。你应该去看看大夫。我妈说不是什么要紧的病，让我多吃一些补药，多休息就好了。夜里冷了，要不我们还是回屋里去吧，你身子那么单薄。走。以后有什么事啊，千万别闷着啊。好，把心里话说出来真的痛快多了，不然每次见到你总觉得自己像小偷。现在好了，
把东西还给你，我就不会再有罪恶感了。好啊，你把大表哥都说成东西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说出我心里的感受。我知道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我想明轩一定没想到我们聊了那么久，而且还结成了姐妹。以后我就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喊你梅表姐了。好，那我叫你绝妹。嗯，来来来来来，几天之后避难的人陆续回来了，大伙儿看见完好如初的家园，庆幸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次危机。大哥不明白，为什么一夜之间大嫂和梅表姐的关系会有如此大的转变。大嫂不说，梅表姐也不说，但无可否认的，包括大哥在内，所有的人都喜欢这样的转变。丫叫，不久梅表姐和姑妈他们也离开了高家。孩儿，和娘娘再见。娘娘再见。起轿。早知道上不了课，我也不来了，还不如在家里温书呢。听说高先生和王先生也回老家避难去了。照这么看来，要正常上课还得十天半个月。让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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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！这仗不是已经打完了吗？走。哎呀，是是，怎么说这街上怎么这么多乱兵啊？二少爷、三少爷，稀客上门，别去大厅。真是的，我偏要看看是哪号高人。哎，这这。让一下，二少爷，三少爷，怎么着？这么大的公馆，就你们两个人招呼我们？当我们要饭的？啊！我说你这……哎，军爷，不是这么回事。这不，老太爷不在家，三老爷正在回府的路上。怎么回事啊？三老爷，三叔，怎么回事啊？三叔，我看你，老子管不了那么多。三老爷。请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就是这儿管事的。好，有什么事你就说吧。那好，我就跟你说，我伺候我们连长太太来你们省城，打算在你们公馆住些时候。你看，对不起，我们这儿已经住满了，没什么地方，况且你们连长的太太一个人住在这里也不太方便吧，所以还请你们另外找地方吧。住满了？对。那客厅里也行啊。我刚才跟你说过了，不方便。嗯，他奶奶的，老子在前方为你们这帮人卖命的打仗，还今天到你们这边借间房子住，你都不肯。不借是吧？好，老子今天就在你们客厅住定了。怎么事？夫人，您出来吧，不用跟他们讲什么道理，没用的。夫人，请。夫人，这边。哟，这什么破房子啊？就这几张破椅子，让我睡哪儿啊？不行，给我换间像样的。哎，你不能住在这里。他奶奶的，你敢用这种口气跟夫人说话？你去打听打听，在法律上，只要是正正当当的人家，都会受到保护的。鄙人就是省上的大律师，更何况
高家在城里的生意是有口皆碑，绝不允许被玷污。你说什么鬼话呢？狗屁不通！他娘的，我毙了你！我看你还敢不敢跟我开什么法律？王副官，别吓着人家。你的意思是指我们不是正当的人家，所以没有资格住你们这个房子？啊，不不，我三哥他不是这个意思，您别误会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家呀庙小容不下大佛，你还是请便吧。你的奶奶的，再敢说一句我就让你好看。你算了算了，咱们走，免得在这儿惹人烦。夫人您不用怕，我来对付他们。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他娘的！你们听着，一两个人在你们这儿住，你们不愿意，老子待会儿给你叫一连人来，看你们怎么办！哼！三哥，这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这什么人呢？这他们要是真弄一连人来，我们还真不好办呢。不管怎么说，一个马便同一个女人住进来，总好过一连兵驻扎进来吧。三哥，你刚才不应该拒绝他们的。放屁！这里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啊？啊！你们看什么看啊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三老爷，三老爷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不过是一个马便跟一个女人，碍得着咱们什么呀？这三哥就喜欢小题大做。老二老三，刚才你们都看见了吧？五爸有没有冤枉你们三爸？三爸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。是是，此风不能长，这种事要是破了例，以后就没完没了。可不是嘛？那你就不怕得罪军方？因小失大，那才是没完没了呢。也是啊。你们想啊，现在外面局势那么乱，如果有一个连长夫人住在咱们公馆里，那就等于有了护身符和挡箭牌，谁还敢动咱们一根毫毛啊？这下可好了，倒是咱们把好机会给放跑了。你三爸就喜欢小题大做，这事儿要是换成我来处理啊？换成你来处理？嘿呦！想得倒美，瞧你那求之不得的样子。哎，什么跟什么呀，你少给我扣大帽子。怎么了？我是那么没品位的人吗？你那带鬼主意谁不知道？没碍什么好。小孩子凑什么热闹啊？去去去去。你说的也没错，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，万一他们住惯了，他赖着不走，你怎么办？对呀，万一，那是万中之一呀。要是他们真赖着不走，到那时候再说嘛。四爸、五爸，怎么回事？我刚听说了。哎呀，都赖你三爸。您就放心吧，我是按照大夫开的方子喂的，错不了。嗯。再过一个时辰呢，就喂得了。回头呢，我给梅姑娘送过去。这就好。啊，大少奶奶。有件事啊，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想问呢，我又怕扫您的兴，所以，你问吧，我不会怪你的。那我可就倚老卖老说了。您既然知道梅姑娘跟大少爷有那么一段，为什么还要不避嫌的去照顾她？这有什么呀？别说我们是结拜姐妹。就算是普通朋友，我也会帮他。梅表姐实在是太可怜了。嗨，话虽说得不错，可这人言可畏呀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哎，这府里头吃饱饭没事干的人，那话说的可难听了。说什么您拉拢梅姑娘，表面上呢是替大少爷做人，实际上啊，您就是想挡在他们中间，不让他们有机会来往。胡说，我是我，大少爷是大少爷，我叫我的朋友，不可以吗？况且他们的感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，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啊，对对对，只要大少奶奶不介意，别人又能怎么样？那些爱嚼舌头的，就让他们说去吧。哎，看来是我多事了。大少奶奶，您就当我刚才什么都没说，啊。哟，大少爷，您回来了。嗯。黄妈没事了，忙你的去吧。哎。累了吧？嗯。哎，孩儿呢？啊，明凤带他去花园了，妈也去了。哦。来，喝口茶，提提神。搁那儿吧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你的样子骗不了我，肯定有事儿。兵乱刚过，事务所里面事情也特别多。这刘二爷下乡，跟佃户们收账，走了好几天也没消息，不晓得怎么样了。慢慢来嘛。这好端端的天降大祸，简直莫名其妙。咱们高家到底招谁惹谁了？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乱兵都要住进咱们家了，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不知道？我整个下午都没出去过。有空啊，多花点心思在家里，别净做那些无意义的事情。哎呦，你们家大少奶奶太客气了，前两天不是刚送来一锅补汤吗？钱太，这锅可不一样，这是我们家大少奶奶按照大夫开的方子，加了几味珍贵的药材煨出来的，它补气养肺最有效了。哎呀，真让你们大少奶奶破费了，我们梅丫头哪辈子修来的福啊！只要梅姑娘的病好起来，我家大少奶奶就心满意足了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谢谢你啊！哦，黄妈，要不你坐会儿吧？啊，不了不了，钱太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！啊，那你就帮我带句话给你们大少奶奶，说改天我带梅芬亲自到府上道谢。哎，我一定带到，啊，请您留步。你慢走啊。哎哎。妈，以后我们别拿别人东西了。你以为我愿意拿呀？人家是送给你的，又不是送给我的，我拒绝得了吗？那下次黄妈来，你跟她说。你干嘛不自己说？哎呀，你呀，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啊。你心里要是放不下你的大表哥，就别跟你大表嫂套近乎，还结拜什么姐妹。人呐，没有那个命就别做那个梦，平白的折磨自己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什么好吃的？人家送的鸡汤。哇，好香啊，我要吃鸡腿。你姐姐还没吃呢。让小光吃吧，我不想吃了。大表嫂，她对你很好，她对我也很好，她是好人。我们以后
不要再见面了。我和大表哥之间真的都已经过去了，永远都不会再回来。我可以向你起誓。不，我相信你。难道都过去了吗？真的都过去了吗？我要是听你五爸的，啊，让这种人住进来，咱们公馆成什么了？啊，左邻右舍又怎么看待咱们高家？咱们高家这几辈子积下来的清誉，就因为这毁于一旦，你说值得吗？三哥，三哥，哎呀，大老远就听你骂骂咧咧的，谁得罪你了？还有谁啊？就是你，见了女人就矮半截。好歹你也给高家留点面子。哎呀，我正是要保住咱们高家的面子，所以才不赞成你那样的做法。你想想啊，万一他们拉了一连人来驻扎在咱们家，把个公馆给搞得乱七八糟，那时候咱们高家才真是灰头土脸的呢。那呀，就等他们拉了一连的人来了再说。哎呀，三哥，你怎么总是希望把事情给捅大呢？人家都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息事宁人才是上上策。怎么个息事宁人？我已经想好了，咱们先打探到连长夫人下榻的地方，然后送点礼去赔个不是，这件事情就算圆满结束了。你想得到轻巧，像他们那种人得了好处就会善罢甘休吗？哎呀，三哥，你怎么把什么事情都想成是坏事，把什么人都想成是坏人呢？你是说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？哎，得，我跟你没得说了。真是不可理喻。你五爸这老毛病要是不改，早晚他要吃大亏的。哼，不信咱走着瞧。那当然，要不我干嘛费尽心思把您请这儿来呀？一点心意，还请夫人笑纳。
是啊，无功不受禄，我不敢要。你可真会开玩笑，夫人对我们高家的功劳那可大了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啊，昨天要不是您高抬贵手放了我们高家一马，我今天能好端端的坐在这儿吗？哎，是啊，昨天呀可是让我大开眼界，我长了这么大都没有人敢撵我出去。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实在是对不起啊，我三哥他有眼不识泰山，对夫人多有得罪，还请夫人多多包涵，多多原谅啊。我的全部心思都在这两个锦盒里了，你要是拒绝我，我就只好给您跪下了。哪个要你跪呀？小的谢恩呐。说真格的，今天夫人能够答应前来赴约，在下已经是受宠若惊了，更别说能够单独个的瞻仰夫人的尊容。哎呀，这份荣幸不知道要羡煞多少男人呐。瞧你把我说得跟天仙似的，这您还真是当之无愧。俗话说，这宝剑配英雄，那珠宝就配美人了。这两件首饰啊，再适合夫人您戴不过了。是吗？那当然，来来来，我这就亲自替您戴上。哎呀，你怎么搞的？你干什么呢你？好啊，你小子竟敢非礼连长夫人，军爷不要命了是不是？误会了，给我把你带走。别误会，走，别误会呀，走，夫人，你救我呀，夫人，你帮我说句话呀，夫人，是你自己找上门的，怪谁呀？老太爷到家了。哎呀，不出门不知道自己家好啊。哎，公馆里离不开老太爷您呢，这大伙儿都盼着您早点回来呢。三老爷呢？啊，一大早就和四老爷去律师事务所了。五老爷呢？上午出去的，还没回来。爹，爹，爹，您终于回来了。有事儿啊？哎，老太爷，我把行李先拿到房里去。进屋说。爹，您一路辛苦了啊。爹。说吧。爹，媳妇求您帮忙客定吧。怎么了？自从您下了令不准他碰商场招租的事，他整天闷在家里，老想琢磨着干点什么。这是好事啊，总比无所事事做个闲人强吧。可是客定又不像三哥四哥都留过洋，又没什么专长，您想他能干什么呀？最后也只能做点买卖了。要是正经买卖，这也是条出路。那肯定是啊，可是本钱呢？这要是没有本钱，他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啊。爹，客定可是您的亲生儿子，在这节骨眼上您无论如何也得帮帮他呀，他的买卖要是做好了，那可是给咱们高家争面子。是柯定让你来跟我说笑呢？是我爹和我娘家的亲戚已经借了他不少钱了。我说你这么着急找我呢，我明白了。爹，您无论如何得帮帮他呀，我们的买卖要是做起来了，我们一定会好好报答您的。那得看做什么买卖，别像上次弄那些乱七八糟。军爷，别拦着我！军爷，军爷，主子！军爷，你听我说呀！军爷，军爷，你不能往里看！军爷，军爷，军爷，住的都是你这，不能往里藏啊！军爷，我这……
谁再敢上前一步，别怪我枪子不长眼睛。让你们主子出来。什么人啊，这如此大声喧哗。老太爷，太爷，你是这儿的主子？那好，你仔细听清楚了，高五爷涉嫌非礼连长太太，已经被军部收押了，要想让他活着出来，就看你们高家怎么做。爹，老太爷，怎么办？爹，老太爷，快去把三老爷叫来。快去呀，老太爷，把大少爷叫过来。叫大少爷，快去去冯家，把冯老爷叫过来。快去啊。小光，哎，大表哥，哎，猜猜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？嗯，人家猜不着。再猜，是你最喜欢的东西。最喜欢的东西，好难猜啊！让我看一看。不能让你看，哎，看一眼，不让你看，哎，不能让你看，就看一眼。提示啊，是可以看的，一撕还会坏的。哦，故事书。猜对了，给。嘿。哎，大表哥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故事书？啊，我猜的。哎，大表哥，你是不是来找我姐啊？姐，大表哥来了。姐，肥嘟嘟骑马上成都，成都又好耍，胖娃骑白马，白马跑得快，胖娃。大少奶奶，大少爷呢？他出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吴老爷出事了，老太爷喊让大少爷过去商量。那快去商场把他找回来呀。高中已经去过商场了，大少爷不在商场，老太爷以为他在这房里呢。我知道了，明凤，你去跟老太爷说，他一回来我就叫他过去。是，我这就去回话。这都是回成都以后绣的，绣得真好，难得的好手艺。荷花、池塘、梅花、青草，哎，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。啊，我们家的花园啊，你把花园里的景物都绣进去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绣着绣着就成这样了。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有大半的时光都在那儿度过的，印象特别深。是啊，想起小时候的事儿真是挺有意思的。我记得那时候咱们在湖上划船，草地上打滚，还在花园里抓蝴蝶。我记得有一次有个虫子咬了你的手，疼得你哇哇直叫，还是我帮你把血水吸出来的呢。我是不是太啰嗦了？最近心里乱得很，就是想找个人说说心里话。碎片。
辗转流连，爱已无处可归，冻僵在深夜的屋檐，落花被杂乱脚步踏见，相思枝头独自哀怨，爱已从中折断，只留下回